认识课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中西哲学都很重要，总体如何认识课题，是吧？那两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他们的思考问题和方向都不同，一个是侧重的理性分析，一个是感性分析。那我们说转庄子是感性分析，没有走理性分析的路。但是最早理跟情是不是那么对立呢？也不完全，因为我找到了庄子这本书啊，情跟理的同时出现好像有五次还是七次，情理就是后来是会有兼顾兼通的。好，那么我觉得最后一句话，我刚刚讲有这样篇述正其情，述偏于理，情跟理啊，是未明秋水问天地之理，万物之情。当然这个情不是感情啊，这个情是实的意思，是真实的意思。所以在庄子、孟子、孔子他们所谈的情比较更多是指情实啊，情真跟实的意思，但是也有讲感情啊，也有讲感情。好，最后一个请神奇笨，那我觉得这个笨以前我的解释不是根据陈先英从你的话题开始，其实这个请神奇笨的笨应该是指道气情性事情，道气情性是一体的，道气是相同的，相同通的啊。因此呢，我觉得罗中强啊，各位知道他有一本书《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里面特别分析哲学概念上讲道气，气的感通跟文学不同，文学是从气的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感通，然后进而感情的交流，知道吧？所以这个念哲学的太抽象概念分析，那会这个想导出会怎样的观点？那庄子因为是诗人啊，文学性啊，想象力特别丰富，所以呢，他的情跟移情作用跟审美的心境，会看到天地之大，是就是有所这个不同的啊。那么在这里，我觉得最后。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因为我跟小波，王小波，小波有没有在这里讲课？现在没有，没有啊。因为讲到惠子跟庄子，我们两个人好像老是会发生这个问题，走路。尤其我现在没办法跟辩论，我体力也不够。有一次龙应台说：“你们两个人怎么沟通的渠道是用吵架的？”因为我们两个人观点、世界观不同啊，他是唯物，我是唯心，他是无产阶级，我是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两个人观点，我就会想到惠子跟庄子啊，对，因为他有一次问。教官他当兵的时候，他打瞌睡，教官就罚他。我们毕业就要当两年兵，他当兵打瞌睡，就教官讲要课要结束了，他说你们同学有什么不同意见你可以提出来啊。这小波被他罚站，不服气，提出来。那你刚讲心物合一啊，孙中山的心物合一。你这个心跟这个桌子是你这两个怎么合一啊？
这一家我把那个教化问问看，心腹怎么可以？是吧？所以我如果我要送书给小波，我怕他，我说你一定不看，我要钱送你他太太，起码他太太，我想小波一定没看，他因为他还没有看，他大概看了他就找差错，说我这个错那个错，这样。那怎么讲到这里？就是惠子跟那个由于濠梁之上那个不同观点，我跟王小波就从这个观点，我想他很难去欣赏一个什么美景，西湖多美。他可能要光光去啊西湖看看，他不在其实，因为李敖常常有两次看他不在，我们都是老朋友，但是我站里的李敖就讲我的好话，然后他就开始骂你，他骂王小波，我问你王小波没有来听你讲，所以我刚刚讲王小波是因为他不在我讲他，如果晚上我讲了，我跟他就是惠子跟庄子两边关系不同。好，那么濠上观鱼，就是可以说，一方面庄子是要我们欣赏万物之美，啊，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也提出一种要培养一种审美的心胸来看待万事万物，啊。可能有多层意涵，那我总是从审美的心胸，然后怎么样来安放你的精神或者是心呢？因此呢，我举了这个安其心灵之情这三个例子，啊，那么关于情的问题呢，我觉得，由庄子怎么样由理性认知的领域转到一个感性同工的境地。总而言之，他的情的议题啊，虽然他出现了60多次，可是庄子的情，我当然很欣赏他的任其性命之情跟安其性命之情，但是情的议题成为一个哲学上的议题，让他未尽。那么我在大概有不只是一年的时间，我在未尽跟情议题我花了好多时间研究，但是我只能够说庄子的情是给魏晋打开了一个续情时代，魏晋透过皇帝到嵇康，然后庄子的修风，哗，突然之间这个极盛起来，那庄子的修风形成美学、文学、艺术一个大创造的时代，啊，这个是我可能没有体验的、没有经历的。我是下一次要写的文章，就是那个情，庄子的情的议题啊，然后要到这个圣人有情的王弼，到嵇康、叶芝郎和什么啊？这个那么一直到我觉得他的那个生无哀乐论是一个真的像章法讲的是一个音乐艺术的独立宣言，啊，然后到了情采，到了文学当中的情采是唯情造文，不是唯文造人，情性就是那个文质都是附属于情性，把情抬得这么高的地位，在魏晋就非常重要。可是呢，这个我这个文章写得太长，就是到我只能谈他三个啊，由道情、无情到人情，所谓的无情说，特别是安其性命之情跟这个任其性命之情，那么。抱歉的，因为我这一阵子一直在厦门、广州各地跑，也到了北京，好冷，我赶快就撤退。
就猛回来，而且一直在奔走，所以我的身体情况也不是很好。对不起，我的时间超过了，是不是？我会这样，对吧？那么，我们便当已经到了哈，所以待会就请大家用中餐能帮助一起互相研讨一下。那现在我们留下一点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陈平宇老师讨论的？欢迎大家举手提出来。紫薇系的同学，有没有问题？那我在此为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星期同样一个时间啊，也是同样的地点，那么是谢聪飞教授，师范大学国文系的谢聪飞教授，那么要讲道教研究的相关主题，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那么我们一样，这个中午招待大家用一下简餐。那么然后就是1月份，就是17号、18号跟25号，有两场是我做的一个主讲，老子跟庄子的相关的专题。好，大家有问题吗？我还是希望大家，因为我非常有意思，我就是前几天在中山大学，那个群的关系不一样啊，他们是来听的，后来就换教室，那个人太多，但是呢很奇怪，他们很多大学生也一直举手发问。我坐在飞机上，有一位台商，他也跟我讲，我说你这个两岸有什么不同，他一直批评大陆，最后他说，但是有一点，他说他们的年轻人很积极啊，那所以我想你们的程度呢比较合乎道家，因为老庄讲不言之教，是吧？但是我还是想你们对我有什么不意见都可以那个，好不好？还是希望你们提点意见或者是聊聊天。好，我们台大哲研所的徐嘉怡同学，硕士班学生。那个陈老师好，就是我只是有一个简单的有个小问题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老师在谈情在庄子里面很重要，那我比较有问题的是说，情同时作为两种具体，一个是真实，一个是感情嘛。我这样声音会不会太小？就是因为我左耳不太好，所以刚好我在你再说一下。老师好，就是我在这边想要请问一下老师，老师强调情在庄子的这本书里面很重要，有很重要的意涵，但情它其实像老师刚刚有提到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真实，另外一个意义是感情。那在我们读庄子的时候，他谈到情什么时候要做真实理解，什么时候要做感情理解，往往我们是根据上下文，但仍然有一些含混或是不是很明确的时候，比如说像老师有提到说人情是人本于天情，然后再源自道情，那这个情老师似乎我的理解似乎是做真实这个意义来解释的，但是另外在老师谈到庄子无情说那边是人故无情乎，那庄子说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在这边我看到老师的解释就变成是不以好恶之情来伤害自己，那这个好恶之情就似乎变成了是感情了，所以我就会开始比较疑惑的是说，那无情说的是不要用感情好恶这种感情来伤害自己吗？那这样又会跟人情天情跟道情的真实这个情两者好像就有种不同的层次，所以就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在我们对于情这双重意涵的理解，然后跟要如何构成一个一致的一个系统来理解庄子当中一样谈到情的部分，就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教，谢谢。其实谢谢您问得很好，是问到了我的一个问题吧。谢谢你。
比如说人情人情，我想你很难说一定只有实或者真而没有感情的因素，是吧？比如说仁义岂非人情乎，那这个人情合乎人情人性，这里面还是有感情的成分，所以我是觉得很难把它一定是切得开，就是它还是会蕴含了一种感情的成分在里面。那这个人的感情如何合乎那个啊、这个确实是你的问题，我不了解，确实是你的问题，就是哪一些地方有些地方是很明显的，比如说神天背情，那个情也是跟感情有关，很明显的、所以我当然只能用在传统上，比如说性跟情，是吧？这个性呢、一到跟万物接触以后，入法以后，接触以后，它就会那个情就是感情的这个出现。这个妙培，你能不能替我解答一下？我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再帮。我想他问我的是一个问题，妙培可以吧？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他以为他是来休息，其实不是。在指导教授面前，永远都在作战的状态，这是我的心得。刚才那个就是直识跟情感，就是一个文字学上的争论啊。然后怎么样把这个争论就是带到我们就概念上研究的一个资源？所以比较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直识它本身可以说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就是我们有这样的种种的人情，然后庄子对于所谓这个比较符合一个道的一个规范性的要求，它具有什么样的内涵，然后我们怎么样从这个俗情的常态中去在转化中去达到就是一个比较超越这种俗情的羁绊的一个境界。所以它本身如果你把这个知识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概念，然后再去看它跟人情的反省，然后到最后跟这个道情的提出，它就可以串联在一起。所以你再跟我说两句，因为我刚刚在睡觉。啊？你再说一两句，我想听一下。因为我想这样说吧，好不好？其实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我是觉得我会把它往感情的这方面去带动，是这样的。但是它又是性命之情，性跟命是不是？那这里面就说，一方面我是要论证情性是一如一体，那是我的思维。因为我觉得比如说董仲舒跟陈朱后来一直把情跟性隔裂，或者有压抑，有真性酌情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自己的思路就会把情跟性把它视为一体啊，跟王安石这个，后来我发现魏晋时代也是这样，可是这个情性跟情还是有区别。所以这个情呢，我当然其实就我们的生存环境来说，我深刻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感情的那种伤害对立那种，我说实话，特别是在华人圈子里，我说深有所感。在这里对不起，我可以这么说，我确实是在任何地方，在台大，在国外，或者是到北大，我跟同事之间都没有说很了不起的这种冲突。为什么？跟我的经验有关。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合起来都没有办法跟有钱有势人对抗，
所以我从来不在这个同事之间那个。我想各位知道我在这里可以这么说，本来原来都有很多对立，但是我呢每一个不同派别的，我都每一个地方去敲，每一个地方去喝茶，每一个地方去聊，所以这个分组分层我想可能你不太了解，那个是经过一两年每一个沟通，后来起的西泽的林正宏也同意，然后后来才分成的，就说要打破这个。到北大也是一样，我跟同事之间我不那个，所以我深深了解到那个负面的感情的那个，我深深了解到每个圈子里面的互相的情债，我很深刻了解。但是我比较，我当然了解，所以我比较侧重的正面来提他的那个情，这样的。所以你，我打断你的话。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把文字学的争论做一个安顿，然后再连接到我们就是在职业概念上的一个分析的运用。所以就是沿着陈老师刚刚的说法，就是很多人认为说庄子譬如说那篇嘛，就是不谈性，或者说对情是一个贬义的态度，但事实上在陈老师的架构里面就做了一个比较融贯的理解，然后把这个如何从人情的一个反省批判，然后到他对一个性情的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主张，就是说他怎么样从人情然后一路到他自己对道情天情这样一个理解，他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一个联系，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好，谢谢你。刚刚他谈了一种内在的联系。对，那因为其实我想问的说，像刚刚老师补充的是那个情，老师比较偏重是感情的层面，所以是性情义母的这样子。但这样子的话，天情跟道情难道是天的感情或是道的感情吗？比如说我们在说到老师有提到遁天背情，这里我原先的理解是我们背离了自然真实的这一面，而不是背离了感情的这一面，那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呢？好，谢谢。要跟你继续回答，因为我觉得刚刚老师好像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不要问那个，是我想氧气有点缺乏，我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好，谢谢。那现在这样好不好？我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有供血不足的现象，所以我下去复习一下，你们能不能再讨论一点时间？我可以要跟你。不是我们要领到便当哎！我们待会请你到外面去参与。我马上去。不要先试制一道，而只喝一个时辰，未足与意。不要管食物的问题，赶快回答学妹的问题。不好意思，你要请我吃便当。其实情有一个，就是那个情，就是你对于这个概念把握跟。你在不同的脉络要怎么用，其实就是一直很多争辩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有一个比较一贯的方法，跟你对于这个文本中不融贯的解释，你是要涵盖到哪个范围？那如果以那篇来说，因为遁天背情是出现在那一篇嘛，所以如果以刚才的那个脉络来说，对于情作为这样一个直识，它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那当然它本身在比较早期的就先秦时代，有很多文字学家认为说那种心理性的情感的这个概念其实它还没有真正的被发展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去肯认说庄子里面有一个对于道情天情这样一个反省跟理解的话，你就可以说这个人情的期盼就是以庄子的观点来看都是一种对道的背离嘛，那遁天背情这个情就是作为一个情的一个直实面来看的话，它就是跟庄子所认为一个情感表现的因然上，它是就是背离不符合的，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也是在这个脉络里面的一个就是比较一致的解释，这样。所以那个学姐的解释会变成把它一个是情感，一个是情感的因然表现方式，那这个就牵扯到它的直实，是这样子。对，就是以这个情它本身在先秦的一个
这个字义本身被使用很在很大部分的用意都是做知识解释嘛，那你就是我们会去问说，那么人不可能无情，就是说人不可能，庄子不可能去主张一个不反不符合人性自然观的观点，因为你如果这个观点是生命中没办法落实的，它这个体制是等于是没有一个合理的安排嘛，那你对人的情，庄子所关心的是他的一个阴阳的状态应该是怎么样，那他对于这阴阳的提出当然不是一个就是纯粹形而上的设问嘛，他是经过对于一些道德的对于人性的一些造成的负面影响所做的一个反省来出发的，那他自身又有一个对于所谓道情天情一个比较正面阴然性的规定，所以直实在这个意义上就有发挥到一个作用嘛，大概是这样子。对，那如果你把它当成是纯粹心理性的情感的话，你就会就陷入一个问题嘛，譬如说你怎么样解释说庄子回答惠施说道与之貌，天与之行，安得不畏之人，对不对？所以你就是看你文本上的一个就是一致跟融贯的关系你是怎么去安排的，大概是这样子。谢谢。我刚才回答问题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哲学研究所的博士生，也是我们台大的这个哲学研究所的硕士，那个蔡耀坤博士。好，那么诸位，我现在宣布我们午餐开动，大家不要客气，现在可以把你的餐盒打开。那如果还有这个其他问题，欢迎你提出来，那么我可以回答哈。那我们还有这个学长。